OK， 然后所以你这两次来台湾是为什么来台湾啊？学中文。学中文，那学的成果还 OK 吗？还可以。会不会很难？一点难，有一点难。所以你本来是完全不会说中文吗？完全不会学中文。然后现在可以就是这样跟我们沟通。OK， 所以你为什么要学中文啊？我想念大学。念大学？会在台湾念吗？还是？我决定在台湾念大学。哦，你要留在台湾，太好了。可是台湾很热哎。天气不舒服。OK。好。好，那请问一下，就是你有去过就是在台湾其他地方吗？在台湾去过花莲。花莲。喜欢花莲吗？我喜欢。OK。那还有其他地方吗？还没有，以后应该还有很多机会。对，好，那您你喜欢吃台湾什么食物？我喜欢台湾的小笼包。小笼包，鼎泰丰的小笼包吗？对，对，很好吃。还有其他的吗？我觉得台湾的食物都很好吃。OK， 是臭豆腐，我喜欢。我觉得。这边好多家卖臭豆腐的，就是但是不敢吃。OK， 以后可以尝试看看，真的。好 ，OK， 那住在我们这边的时候，就是有没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就是还不错的？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 apartment， 对，都很好。OK， 所以喜欢我们的服务吗？就是很喜欢一台北的服务。